我们这边买一走，他们就开始有玩了。 低调被打那个无极的救领地哦，哎，有人去看啊？现在还不急，等一下再去看。哪一个？我怎么知道？对，拉回头。 二路没反，蓝我补你，你杀你杀蓝我补你，啊，我补你，快杀！靠，网友反了，二路没有反，补我啊，快点补我，我才有办法。我们打这边，你们去打那外边。我点不到蓝羽翼啊，救我！你怎么一直死啊？我晕。因为那个金在打我，金跟他们难。小心抢！啊！兵强还过来这边了，我要起来吗？还是你要救我？ 你起来了，我死了。君君也死了。哥，你们死我也死了，你们死，怪全部回头。看一下我们救领地，看一下无极的救领地哦，准备抢。我要过去吗？对，来，你去看一下，快点。好。我要去看哪一个？因为两个，有两个。你两个都去看。好。你刚刚是先看哪一个被打？ 我先去看那个。我是看他们人都在救领地，所以才跟你们讲的。君君，那个小雨说叫米米去。绝开的跟谁说？二路没有反。中南吗？我去看。那另外一边没有事吗 ？AD。好，二路没有反。快，二路偷偷走。古元是会扣血哦。那我去东南看你，先去另外一个地方看。东南一塔破了，八神说的。东南一塔破了，米米回来了吗？要加油了啊、哦！米米回来了吗？八神加油了。二塔剩一半的时候，叫米米过去。我跟米米过去。一条线，而且米米现在在哪里？米米现在在我旁边呢、啊，靠北米米过去了。我是小梦啊！好啦好啦，你到底连公会有谁你都不知道，我快晕了。时间没办法看，东南一条破了，真的破了。